加一个非常短的信息。6月26号在美国的历史里边是一个可悲的日子。这一天，最高法院以非常小的差距通过了所谓的同性婚姻不违宪的决定。当彩虹旗到处飘扬的时候，很多善良的人里边心里边极其难过。那我们教会其实在几年前一直关注这个议题，我们当中好多弟兄姐妹，我们抽时间去华盛顿代表华人教会来表达我们维护传统婚姻的这样一个心声。当结果出来之后，真的很多教会的一些牧者弟兄姐妹其实都非常的这个心里边很荒凉。我们觉得说大势已去了，不可更改了，无力回天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但感谢主，越来越多的教会明白，同性婚姻合法化不只是同性运动的一个结果，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毁坏这个秩序，毁坏这个婚姻，破坏这个家庭。加州现在有一个议案正在通过当中，就是厕所不分男女，你知道吗？有些州已经要决定，我是男生，我想变成女生的话，政府来买单。纽约大学在去年已经，在今年已经先行决定说什么呢？叫老师的名字呢，肖牧师表不要叫 Mr. 肖，肖师傅也不要叫 Mr. 肖，直呼其名。不久有一个姓名叫 Max MX， 就是代表男女的姓，你知道吗？一男一女的婚姻一旦被破坏之后，这是上帝创造世界时候所立定的一个律，破坏之后我们看到要殃及子孙后代。所以今天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今天美国所做的决定，我觉得今天是我们一个需要警醒的时刻。荷兰是欧洲最早一个推行同性婚姻这样一个国家，知道现在国家在谈什么吗？既然一男一女被毁坏了，两男两女总可以吧，一男三女总可以吧，人兽这种交合总可以吧。所以今天大家知道你我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时刻。旧约圣经里边，索多玛俄摩拉因为他们败坏，上帝就毁坏灭绝。我来读段圣经，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请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造面前立的国，站立在破口防堵，说不灭绝这国，却找不到一个。当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我心就在想，难道以前的时代没有人祷告吗？那、no, 很多人都在祷告，但是他们在却是为自己的好处来祷告。以西结在公元前500多年，当南国被掳的时候，他被掳到巴比伦，那个时候国破家亡，人不在。但是以西结在异国他乡，是让他看到异象，成堆的白骨、骸骨，夜当中怎么样复活过来？这是一个复活的盼望。所以，好多人说美国今不如昔。我们以为1620年，当清教徒坐的五月花号来到美国的时候，开始建立一个新的国家。从那时候开始，信仰一路向上，直到这几年才毁坏。我告诉你，这是个谎言。
美国建国从1776年的时候，所有签独立宣言那些人里面，只有少部分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有好多开国的领袖，其实呢已经成了一个自然神的论证。什么意思？就是说相信上帝创造世界，但是呢上帝不再管理了，然后呢就凭其自由来发展，神不再对这个世界拥有主权。1620年，5月8号来到美国，150年之后，美国开国。50年之后，因为大量的移民涌到美国，1800年的时候，纽约当时人口普查是9000万人，很多外来的人带来不同的信仰，带来偶像。所以当时怀疑主义、理性主义盛行。先不要动好。当时很多地方都掀起了一个反教会的运动。在1800年之前这段时间是美国最黑暗的时候。据统计，耶鲁大学当时呢只有3名基督徒敢公开聚会。你知道耶鲁大学是神学院起身的吗？是神学院起家的吗？那个时候怎么样？人们公开烧毁圣经，公开反对信仰。那时候美国凶杀、盗贼、吸毒猖獗，非常混乱的时刻。但感谢主，有人看到这个国家有破口，他们就开始起来祷告。从有一个人开始，一个州一个州祷告，包括纽约，在 Fulton Street 那个地方有一个商人也起来祷告。短短的十几年间，东岸有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吸毒的人少了，盗匪少了，治安变好了，甚至警察过去每天忙于办案的人没事干了，怎么办呢？就组织这警察的乐队，每天吹喇叭。那个时候神能够翻转，请问今天可以不可以？可以，仍然可以。这弟兄姐妹，尽管今天最高法院有这样一个决定，我鼓励大家不要灰心，不要泄气。阿门。现在罢手还嫌太晚太早。阿门。我们要勇敢地为国家来祷告。所以今天你要想国家翻转吗？神在寻找重修墙垣、堵住破口的人。神今天找到，但是确实很少。今天我巴不得听完肖牧师一个非常短的道之后，我希望神灵能感动你们，要为你所在的地头来祷告，堵住破口。我相信神在100年前做的事情，今天怎么样仍然会做。阿门。所以第一个，神当中有一个代祷者的呼召，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地图怎么样有一个负担。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们日夜想念家乡，在当地被奴役，苦不堪言，但他们呢只想着回家，却疏忽为寄居的地方祷告。所以神就责备他说，你们要起来为这个地图来祷告。所以今天不管你有什么，你是美国的公民还是中国的公民，你有绿卡没有绿卡，你只要在这里边每天吃三餐饭，就有个责任怎么样为这个国家来祷告。这是今天神对每一位在我们当中的发出一个代祷的呼召。阿门。在圣经当中祷告有很多不同的意义，简单分了有两种，一种是祈求为自己的，为工作、为身体、为学业、
为你所有你所需要的，那是祈求。还有一个呢，是代求，为神的国度的，为别人的。很可惜，今天祈求的人太多，代求的人太少，所以神今天怎么样？要寻找那个代表者。一个人如何有一个代表的一种心呢？第一个，你的心要迫切。在马太福音11:5-8有个小故事，今天时间关系我就不打出来。有一个朋友，有个人呢，半夜来了一个朋友，饥肠寡肚没饭吃，然后他就说，哎呀，这个饿肚子不行，我去帮你怎么样，找朋友来借三个饼来。他敲门到那个朋友那儿去说，哎呀，对不起啊，这么晚了，我另外一个朋友来呢，没吃没喝，我只借三个饼可以吗？那人说，哎，我都睡了，孩子也睡了，我不方便，明天再说吧。这个人呢没有放弃，一直怎么样，就敲门，就求他。后来圣经说的，这个人怎么样，烦了就起来怎么样，给他给饼了。这个不是一个讲到一个借吃的东西一个故事，那是讲到祷告。当然这里呢，神不是那个睡在床上不起来，不，这只是一个比喻而已。那讲到说，如果一个人你迫切的心去叩门的时候，门怎么样，要被打开。所以这段圣经说，寻找就要寻见，叩门怎么样，就不打开。为什么他拜三都要起来呢？因为他看到需要。这个朋友没有饭吃，当你看到需要的时候，你心怎么样，就会迫切。今天你走在纽约的街头，你看看有多少人有这个需要。你要起来祷告吗？除非你看到需要，你的心怎么样，才能一直迫切起来。第二，你的心要来关切。你没有饭吃喝有什么关系？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但是他呢，因为关爱朋友的缘故，他愿意起来。请问他半夜起来敲门有没有风险？有啊，可能被吃闭门羹，或者被斥责一顿。但因为他看他那边有这种关爱，怎么样？他愿意起来，来叩那个朋友的门。关爱是你带导的一个动力。有一年，云南有一个动物园，那天呢，别出心裁，有一个动物园有一个开放日，就说呢，那个动物都开，两门开之后，当然你不能去老虎、那个狮子的笼子里边去，一般那个牛羊啊、这个鸟你都可以进去摸一摸、看一看。结果很可怜，开放日过后呢，美丽的孔雀变成一只母鸡，知道为什么吗？毛被拔光了。你说哇，我好爱你，我好爱这个孔雀啊！你是爱孔雀的翎毛。我为什么讲这个比喻呢？我们怀着梦想来这个国家里面，为了自由，为了学业，为了空气，为了儿女，我们来这个新的国家里面。请问，有多少人，你真的是爱这个国家，还是爱这个国家的美金？我要问你。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诚实报税的？有多少人只索取不付出的？当今那个国家面临危机的时候，我希望你真的是爱这个国家。我常说美国的象征是一个什么？是只鹰。今天鹰成秃头鹰，你知道吗？毛被拔光了。我们要起来怎么样？要为这个国家来祷告。美国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的制度，它的民主，还有很多都是我们怎么样值得珍惜的。所以唇亡齿寒的道理你明白吗？今天我们看到逼到防线已经破了，
我希望今天大家有一个迫切的感，一种迫切感，也再怎么样对一个国家要燃起你的爱来。我消失，我住在那个区域里面，前几年很好，干干净净，这两年呢国人见多，我就看到这个路旁边易拉罐，什么中国那个餐厅那个餐盒丢得乱七八糟的。我常跟师母呢，我们两个拿一个垃圾袋垃圾袋，我在99买了一个夹子，我腰不好不能弯腰，然后我们就拿着走一圈，差不多20分钟，我能捡半垃圾袋东西，没有人让我去捡的，因为什么呀？我爱这个社区。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不要埋怨美国今不如昔，你不要埋怨啊，今天美国道德败坏，埋怨不是爱，你要起来怎么样？从你做起，阿门。我相信，当你重新燃起爱这个国家的时候，你会为他来祷告。第四，你的心要恒切，寻找就寻，不是寻一次。叩门，开门不是叩一次。在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比喻很相像，有一个官是个坏官，不敬畏神，而且呢心也不是不良善。有一个寡妇，有一个对头，他是遭冤屈，然后就求告这个官，这个官呢也是不理，因为这种不解民情的官太多了。但无奈这个寡妇呢不断的祈求，然后呢不断的上访，用一个心思，终于有一天怎么样，这个官受不了了，啊，算了，给你求就好了。讲什么呢？不是讲这个官吏清廉不清廉，也是讲祷告，还是一样。比喻呢，你不能照章对错，不是说我们的神是个坏官，不是，只是说连坏官，这个不解民情的官，因着这个寡妇的这个不断的怎么样求情呼喊，他都成就了，何况我们的神呢？上几个星期我去参加一个牧者的训练，大概有30几位牧师，当谈到祷告的时候，牧师都讲说祷告在全教会当中是最重要一个服事。很可惜，几乎每一个教会祷告都是最少的人。我明明知道祷告可以堵住破口，祷告可以扭转乾坤，祷告可以怎么样使无变有，但是呢我们却不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祷告太不容易了，一天两天容易，3天4天不难，1月2月容易，1年2年你看。所以感谢主，如果你有手机的话，现在把它关掉检查一下好吗？我们不希望在教导当中听到任何这种杂音。每个礼拜天早晨10点多，黄慧山姐妹和一些弟兄姐妹在那里一起来祷告。你不要轻看这些人，因为祷告我们教会知道就怎么样还站立得住。我们礼拜六 早晨7点钟，我们教会有一些人祷告，人不多，但是我鼓励你，今天如果你爱这个国家，你爱神的国度，你爱教会的话，我鼓励你起来。我们相信祷告能做的事，我们手不能做，阿门。那感谢主，这次最高法院发表这样一个裁决之后，纽约华人教会界的7个最主要的机构，纽约华人教牧同工会、纽约基督教华人同工会联会，还有华府美通的支会、角声督导团、短宣中心、纽约神学教育中心和一男一女协会，一共7个单位，很少有这么同心合意的。我们在一起祷告，一起起草的宣言，上星期已经公布了。我再讲一遍，不管最高法院讲什么，我们只认定圣经关于婚姻的这样一个界定，阿门，就是一男一女。有人说，牧师你小心，
你要不为同性恋证婚的话，你可能坐牢。我告诉你，我坐牢，我宽宽喜喜坐，我没有关系，我宁可坐牢，我不会怎么样，动摇我对神的信仰。阿门。弟兄姐妹，现在是我们起来祷告的时候。阿门。神在寻找代祷者，你们每天祷告不是不好，主祷员也为我们的饮食啊，为我们日常祷告，这个不是不好，但我告诉大家，单单为你祷告是不够的。今天你要起来为你的家庭，为你的儿女，为你子孙后代怎么样，为国家来征战。阿门。希望我们当中的同工弟兄姐妹，你真的要知道这是一个危亡的一个时刻，你要醒过来，神仍然给这个国家给机会。阿门。我们一起来唱首诗歌，愿你力量，我们请敬拜团到前。起来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要站在破釜当中为国家来祷告。我们相信当我们觉醒的时候，主啊，你要亲自来扭转这个国家，就像100年前一样。我们相信你仍然坐着掌权，求主你保守这个国家，你看顾这个国家，让你的教会能够站立起来，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我们知道今天所面对的仇敌，你逼我们来拼，逼我们来去除。谢谢你，爸爸的今天这个呼召，让我们祷告的火能够燃烧起来，让弟兄姐妹愿意清晨早起，为着国家，为着教会，为着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起来祷告。仇敌的，我们看到他们的活动，必被你来捆绑。继母必不得成就，你是创天造地的主，你永远不曾改变。谢谢你，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灵求。阿门。